来自南投的韩东哲和徐怡佩两人搭档两年，是艾尼亚武力全开节目的忠实粉丝。喜欢跳舞的他们曾经获得过107年全国总统杯儿童一级、二级 C 组拉丁第五名哦。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欢迎韩东泽以及徐怡佩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谢谢韩东泽、徐怡佩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掌声！掌声！掌声！